国民偶像，他拥有无限的时尚表现力和可塑性，在每一场时尚与艺术的碰撞旅程中释放真我，展现态度，不断刷新外界认知。他是登上国际舞台为青年发声的优秀代表，也是个人演唱会上舞台魅力无边界的全能艺人。不被定义，坚持本我，是他对时尚最好的解读。他就是年度时尚人物王俊凯。有请王俊凯上台接受荣誉加冕。恭喜王俊凯，请发表荣誉感言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那个我是王俊凯，非常感谢时尚先生颁给我这样一个荣誉，然后呢，我也会继续努力去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。那今年也是，今天也是算是2019年的尾声了嘛，所以说在这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呢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谢谢。有请荣誉开启嘉宾。据全明星商业价值总榜第一名，热度与口碑双在线。他个性独立大胆，自信不羁，是品牌理念的最具象诠释。他张弛有度，流量与实力并存，一直备受国际品牌青睐。今年他秉持初心继续前行，用努力和坚持不断提升品牌价值，连续拿下多个国际品牌代言，用数据证明国民认知度与社会影响力。他就是年度最具商业价值艺人王俊凯。有请王俊凯上台接受荣誉加冕。恭喜王俊凯，请发表荣誉感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非常感谢时尚先生，这是给我的第二个荣誉，所以说我也会继续前行，然后拿这个沉甸甸的奖项，然后呢继续努力。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，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。